不好意思，借我一下。小宝，这话要怎么办？闪光灯闪到伸手遮眼，赵丰金前董座蔡有才脸色惨白，眼镜还因为起雾看不清楚前方，需要靠人搀扶。一个月内四度遭约谈，讯后依300万元交保。主秘是共犯吗？可以说明一下吗？你拿不少好处。首度传唤蔡有才心腹赵丰金董事会前主秘王启邦，讯后200万元交保，跟家属一起快步上车。检方调阅赵丰银纽约跟巴拿马分行的交易代码资料，里头有西班牙文跟阿拉伯文，文件与巴拿马及委内瑞拉有关，但交易明细却没有具体资料。纽约州金融服务署6年前发现，巴拿马分行有115亿美元可疑金流，还有 A 账户汇款到已关闭的 B 账户遭退回，另外还有汇款跟收款账户所有人相同，但赵丰银未依规定申报，认为蔡有才知情不报。您那个时候知道就是赵丰会被重罚吗？今年金融业陆续出包，从伊银到领案到赵丰洗钱案，金管会将对四大产险公司展开精检，分别为国泰、明台、星光以及新安东京海上。赵丰案持续延烧，赵丰银17席董监，其中14席全部改派，失职主管一并撤换，时候举行交接仪式。上任当务之急就是得火速整顿赵丰，赶快设下停损点。记者刘世伟、张若愚台北报道。